现啊，我喜欢的是我自己的好朋友。哇，你们的那个办公室，哇，你们的那个办公室，所以你们两个偷偷看一下，你们先闭着眼睛，因为我需要知道你们是什么。对，可以可以，就是不同颜色做区分。好，那你们先看一下你们抽到的是什么钱。这也太小了吧？对，不能偷看哦，两位。已经显小了是怎样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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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提示四个字。一见钟情。没有。一眼瞬间。没错没错。我小小提示三个字。射箭。三个字。三足尝试。全部应该都是你答对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。怎样？服装是什么颜色？闭眼睛。我抽红的。你们一人抽两个颜色。好。好，抽完了，对不对？好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。这时间这个要注意哦。我先好。那就开始，这个哦，十指之以炮，好，可以过，四件，换灯泡，接近了，两个字，接近了，停电，可以，有，我要笑死了，操场，不是，好，我提示跟刚刚有关系，游戏室，马路，你这个很，他这个很精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，不是。你外面的话是声超大声的，跟刚才你们提到那个有关系。刚才你答对那个两个字的，这个像魔法一点，跟你有关。逃生门。哎，来。catch， 爱心有爱心。抓住你的心，我抓你的心。这个好难，六个字。一箭穿心，这什么？手。这一手小手指头，二指头，手比爱心，心电心，手指，然后是什么？手指一踢，不是，你那个，我们现在猜什么？现在动作，对，手指是，手指比爱心，哎，你刚刚爱心，手指比爱心，不对，没有比啊，没有，手指爱心，好，然后这个丢。手指爱心丢进去，两个字，接回来。对，接近了。接回来，再两个字，再接回来。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？中指，中指，中指，中指。第三，丢心的。丢出去再接回来，所以是两个字什么？接心，丢出去再接回来，抓住你的心，抓心。两个字，我觉得有。心动。来看一下大家想问什么。好，这蛮可爱的。好，梁祖。我弟应该是他就是他在戏里面他都是比较英雄的那个角色，所以下戏我就会找机会就是逗他玩。哦，你怕他入戏太深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就单纯的想跟他玩。我就喜欢看他被看到可爱的小动物的那种欺负的表情，就很开心。觉得萌萌的，很可爱啊，对啊，有一点。我觉得反差就是他戏里面真的太温柔了，太温柔。对，然后他私底下就是只要摄影机还没开的时候，他就莫名其妙对我很霸道。哦，他的反差是这样。他是故意的，他就很爱闹。哦，有啊，这个像他刚刚讲，他希望就是想要逗你一下这样子，所以他就会变霸道。对，他就是纯粹他太无聊。因为在剧里他要对你温柔，他不能逗你。我平衡一下。好好笑。你觉得你适合穿什么衣服？你要回答我。你说呢？是被我征服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好的，我给你。我所有的。就是要变成那个。你喜欢猫还是狗？狗。